在给平安，伊那的呢？讲完是 Doctor Ricky Ricardo， 对白是另外一个朋友。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二节，咱来三甲祈祷。亲爱天父，多谢你，予阮有机会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多谢主，你创造遮水的万米，予阮伫遐享受。也多谢主，你供给阮的需要，你予阮丰富的供给，也同样扶持阮，伫遐支持阮，伫遐来帮助阮，经验到主你的同在。伫这个物质的世界，你帮助阮，无忘记日阮对你的疼。今仔日，阮要三甲思想主你的话，你帮助阮做基督徒。继续和你的圣灵在阮的心灵做工，和阮看看阮的属灵的生命是毋是有照主的话语，也考验阮有遵照主的话语来行。今仔日当阮要三甲思想属灵的犹豫的时阵，求主帮助阮默想主的话语，和阮真正有甲你有密切的关系。今仔日，阮要默想你话时，求主恩阮讲话，圣灵省察阮的心思意念，予阮会看到倒一方面，阮着进步；倒一方面，阮着继续会徛在。祝阮继续祈祷，想赐予阮身体健康，医治阮有破病的人。予阮有破病的人得到医治了后，继续会健康落去。你帮助阮的国家咧执行跩签证的代志，有诶着奉献来予别人，有机会签证来预防这个病痛。祝你伫遐来祝福，也帮助祝你继续会医治有破病的人。伫前线咧服侍的人，祝你也支持因、帮助因，予因会通予你使用来帮助整个国家医疗的方面。求主圣灵继续伫阮的心灵做工，伫阮的思想做工，伫啊来省察阮的心思意念。有啥物，阮着需要改变，祝你帮助阮。阮将这个时间奉献予你。愿你继续恩阮讲话，教导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阿门。咱知影，咱有朋友是非常重要诶代志。现在我若问你，你偌侪朋友啊？有诶朋友是甲咱也亲切，有诶朋友是较疏远，有诶朋友是有别个目的来甲咱做朋友。但是咱诶朋友呢，伫遐影响咱。真正对咱真正有影响。有时阵，咱咧交人有友谊的时，交人做朋友的时阵是有冒险。特别咱已经甲人伫啊真正特别的关系的时阵，搁较着小心，因为若无小心，有时阵会拄着一寡问题。当咱今仔日要看雅各书第四章的时阵，第一四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的时，咱会看到雅各写讲到，咱甲世俗做朋友，还是甲神做朋友这项代志，我就想到咱人方面伫遐来吸引咱，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世界，我就想到伫圣经内面有讲到，咱人无法通侍奉人的主，这款的友谊毋是真正肤浅的，是真正的亲密。这款的友谊，无论是甲世俗、甲世界，还是甲人，是毋是咱有诚实、有甲神迄款的密切的关系，即是两方面。啊，咱来三甲思想，甚至真正严格的话语咧讲到属灵的甘霖，就是你甲世俗做朋友的时阵，就是犯着属灵的甘霖。你甲谁啊做朋友？你甲世俗吗？甲这个世界，还是甲神？你若看圣经的时，无论是雅各书三章十四、十六节，咧讲到弯道之理哩，
อาศิสีจูดีจัดทำด่วนจีดีดีอาศิสีจูสีจัดจะเกี่ยมด่วนดันอาความกวนบุญในสีจนดันตัวใจเนี่ยหลงสั่งจะเกี่ยอีสู่สั่งจะเกี่ยดีกุนและกงเกาอิมด่วนจะเกี่ยไตจีดันใจเนี่ยยุกี้น่ะโบสวยดีเปลี่ยนใจอุชงตุดเปลี่ยนใจโบกันจวนบุญสิทธิ์เก้าห้วยอาศิดันโกเปียดกับหลังใจเสียงดีso iyo zu jin ai dan no kap i u bi chat e kwan he kinadit dan be sa kap su shong chi ge bun toi dan si be kwang nga kok su te si chu te it kau chab di chat dan be sa kap tha si chu te it kap te di chat kong din tiong kan e cheng chen a si din e to ao si tui to lo lai in si tui din pa thi tiong chen to e su yok lai maดินทำด่วนยาสิติดไม่เดียวดินสะทายวันโตก็โตเอาจริงจริงยาไม่ไหวติดเดียวดินติดไม่เดียวสิ่งดินบ่คิวสี่จูสามจัดสี่จัดดินคิวยาติดไม่เดียวอินุดินบ่งคิวสิลงหุ่ยติดดินเอียนลกจงดินจอยอิ่มด่วนเอหลังอ่ะแกไม่ใจกับเสียช่วยเป็นอยู่就是กับศีล最对的，所以我那想要跟世俗做朋友的，就是跟神最对的。四章五节六节，您想圣经顶所讲的是道理的吗？神所属点在咱的内面的灵，是恋爱高的温度吗？但伊属苦甲罪的恩典，所以经常讲。神主动叫我的人，施恩和谦卑的人，四章七及第八节，所以恁着顺服神，着抵挡魔鬼，魔鬼就的确离开恁就走了。恁亲近神，神就的确亲近恁。有罪人啊，就洁净恁的手；心怀仁义的人啊。就清洁恁的心。四章九节及十节，恁就求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就伫主的面前自卑，主就的确予恁成全。四章十一、十二节，兄弟们，恁唔通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兄弟，论断兄弟，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毋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啦。设立律法甲判断人诶，只有一位，就是迄个会救人也会灭人诶。你是谁啊？竟敢论断别人呢？顶主日，咱有讲到真侪相反的代志，亲像夏牧师所讲的，天顶的智慧甲属地的智慧是相反的。来讲到这个智慧，亲热的友谊、属地的友谊，有时阵会这款的相比哈，大家讲出来。亲像头一点，咱就明白的这个事实啊，神创造万物，拢是美好。真水与创造拢是真正水的物件，这是神伫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第二个事实是美好，虽然是美好，以这个美好的物件，神所创造的物件，那代替神呢，就变做歹啦，就变做歹。那安尼，咱就甲神做对敌啦，咱就甲神做对敌。假如青菜物件是神所创造是好的，但是咱用迄个物件来代替，会变做咱的偶像，咱就选择哈。亲像咱知影圣经内面，天使来选择变反对啊，这个真完全的天使反对，就变做撒旦。咱偌侪时阵，也是家己做偶像。家己拜家己，也做达康着以家己做中心。第三个事实是啥物啊？
比在物件，不也是好诶？但是伊控制人、控制你甲我，就真多甲神做对立。咱人逐摆是讲咱是一个中心，伫咱诶边啊有代志、有物件，做物件不也是好？但是若是控制人，就咱甲神伫啊就做对立。神无真多第一段的物件，亲像天使来拜神的时阵，伊就讲我是以我最中心，所以变做什么啊？要违背神啊，违背神。神是绝对的好啦，神所好咱的应该是着满足咱的心，但是主本身着最满足。咱知影，咱偌济时阵，咱有物件。啊，是咱牛在啊来管理咱，咱知影咱的神哦，是奇邪的神，伊爱咱哦，伫伊个内面得着满足啦，因为伊是完全的好，无任何的物件，无任何的代志哦，着控制咱啦。第四个事实，咱着明白的，是世俗的物件，为着要骗咱，着假装做好的啦，来骗咱。互人有满足感啦，咱人拢真爱满足啦。咱的目睭、咱的耳孔、咱跩所看的物件哦，真吸引咱，真吸引咱。世界真水的物件，咱偌侪时阵跩是吸引咱的时阵哦，咱就认为讲咱的满足，但是袂满足啦。有一寡物件是好的啦。无论是金银宝石，遮是好诶物件；无论是名声、地位、权力，遮是好诶物件。但是假如遮哦，你认为遮有法通满足你，你甲我永远袂满足啦。所以亲像即个道理，看着讲，我遮无够好，我着去探怀隔壁诶，伊诶臭较热，所以我着去搭，伊永远是袂满足。神创造咱啊！好，咱有一个满足的感觉，但是这个满足的感觉哦，是只有神能让咱满足啦。甲世俗做朋友，产生混乱，伊的原因是啥物？第四章第一节甲咱讲，干呐？伫教会内面，这款的淫乱的代志，无满足的代志，是对倒落来呢？是对私欲来啦，对私欲来。伊用跩离间离故哦。来讲到真亲密，所以咱未做你甲世俗也有亲密的关系，亲像夫妻款的关系。咱偌侪时阵真看重家己，咱就是着注意。咱若看重，想去看重家己的时阵，咱就得罪神啦。神怎样骗人？咱什么时阵伫伊咧听魔鬼的话，伊互咱分离？和咱的教会底下分离冲突，为什么会混乱？因为咱人按照咱家己的需要，也来做代志，是对需要来。第四章第二节也是甲咱讲，咱的贪恋啦。为什么贪恋？因为咱哦未满足哦，所以咱贪恋，咱就会干那会失态，会弯道，做冲突的物件。因为咱有。真渴望，咱真爱满足，但是咱未满足，所以咱在祈祷的时阵，你知无？应该着祈求神的国，但是咱偌侪时阵无咧祈求神的国。咱偌侪时阵愿你的旨意，咱讲神讲愿你的旨意成全，咱偌侪时阵愿我的旨意成全。所以哦，咱祈祷也是咧贪啦，也是咧贪恋啦，这是无应该。咱啊，什么时阵，咱甲世俗做朋友，就是咱咧贪恋，咱咧贪恋的时阵，就袂平安啦，咱袂得着，咱所欲得着，也袂满足啦。甲世俗做朋友吼，会产生混乱的原因。所以按遮吼，雅各有称遮是叫做淫乱，是真严重的一个话啦。这个淫乱是啥物意思啊？为什么伊欲称遮伫教会内面的信徒？是淫乱呢，属灵的淫乱，因为干呐，伊哦，甲世界做朋友，就
看见神，看见神，所以你那看见神的时阵哦，神哦真不安啊，神也完多因为伊爱神完全的得着咱啊，但是咱无啊，咱分心啊，咱就是有属灵的淫乱。亚利米书三章二十节甲咱讲，讲到神甲以色列的关系，是咱亲像夫妻的关系。伊讲以色列家啊，恁按我行规则，真像妇人人行规则离开伊的丈夫一样。这是亚伯拉罕的。所以哦，你会看到咱人听世界的时阵，甲世界、甲世俗做朋友的时阵哦，咱对主无忠心啊，啊主真无欢喜，因为干呐，咱用别项的物件来代替。无论跩认为讲跩物件是好的，是咱的财物，是咱的权利，咱认为讲是好势啊。但是跩变做咱的偶像，神哦真只紧张，因为神爱咱得着地土的啦。但是咱哦将跩物件代替神啦，所以咱要追求，咱要追求什么啊？甲神做朋友啦，咱要追求甲神真密切的关系啦。为什么？因为神乐意赐福给罪的恩典。四章第六节甲咱讲，伊赐福给罪的恩典，所以经常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都要给咱恩典啊，咱要谦卑。啊，主若看到咱骄傲，伊就阻挡迄个恩典袂临到咱。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廿四节，甲人讲，迄吊人本是信实，伊的确成就这个代志。咱知影，咱所爱买跩物件无够额满足咱的心，所以咱就走去甲神有密切的关系。咱唔通阁有迄款的私欲，因为迄个私欲哦是袂满足咱。咱就要找神啊，因为神乐意赐予咱恩典。唔但安尼。帖撒罗尼迦保罗提醒咱，伊是信实啦，伊信实，这个是予咱真正大的安慰。咱有信心，啊，主真信实。咱虽然有挣扎，但是咱知影，伊是信实的，伊要成全伊所应允的代志。James 哦 ，Modler Year 有讲，伊受苦甲罪的恩典，何等的安慰！神无停，甲咱做一个，伊赐予咱所需要的，赐无限的恩典，无界限的带领，主恩无法通测量。咱人有一个渴望，咱渴望什么？心中永恒的满足。为什么人无满足？因为咱缺物件，是无法通满足咱。啊，伫咱心内，神甲咱创造，咱要渴望迄个永恒，互咱满足的。咱要影响予咱满足个，着干呐？顺服神个命令，所以神按遮来甲咱讲，咱要顺服神个命令，要怎顺服啊？四章第七节甲咱讲，咱着顺服神啦。顺服神，咱着顺服伊个命令。顺服伊个命令，伊叫咱着啥物啊？抵挡魔鬼，抵挡魔鬼哦，通予咱继续会顺服伫伊个。神的权柄下面啊，咱顺服，咱抵挡魔鬼，顺服神啊。你知影阿东下话就是，会对落是因为伊干呐，去欺骗去，去骗去，伊底下无抵挡魔鬼。人较无心中永恒的满足呢，咱就顺服神的命令，伊的命令叫咱就悔改，叫咱就亲近伊。圣经甲咱讲，恁亲近神，神就的确亲近恁。咱知影吼，什么是罪啊？罪是未达到神的标准，无达到神的标准，咱底下未晓顺服伊。安遮甲咱讲，咱就悔改，咱就要亲近伊，咱就要归恩伊啦。人较无心中永恒的满足，顺服神的命令。伊命令咱着干呐，来我洁净家己。伊按只讲个，洁净你个手，也清气你个心。所以手咧讲到外面，心是咧讲到内面。
所以咱就叫真，咱唔通有心怀人意啦。阿爸神，阿爸世界，主无爱咱安尼，咱就要专心，咱就要专心。咱较无心中影响的魔族，咱就顺服神的命令，要认真对付罪。即写一本雅各书有讲到，咱就求苦，干那求苦，干那就悲哀，干那就哭泣啊，干那就哭啊。咱的喜笑干那变做悲哀啊，欢乐那变做愁闷啊。这是讲到咱就要悔改，咱就会晓对付罪啦，对付罪，因为罪会让人苦。咱唔通认为罪是标笑，咱唔通认为罪是真轻啊，咱唔通看轻罪。咱就为着咱的罪来忧伤，咱要顺服神的命令，咱就要家己谦卑家己来挖苦主，来挖苦主，咱就可以啊。伊说：“你伫主的面前自卑，主的确合你心怀，咱就无需要挣扎啊。讲我要爱心怀啊，咱也要伫神的面前谦卑，主教伊的时间，教伊方法，何咱心怀，甲神做朋友。”咱哦，言语会培养啦。咱言语要注意，咱要甲神做朋友，咱就注意咱的言语。雅各书四章十一节甲咱讲：兄弟啊，恁唔通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兄弟，论断兄弟，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论断律法，就唔是尊敬律法，乃是判断人。偌济时阵哦？咱爱批评，批评这个是咱的话啊，是对心来讲出来的话。批评人，批评兄弟姊妹，咱伫遐论断，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第九十二节甲咱讲，设立律法甲判断的人，只有一位呐，这位就是神呐，这位会救人。也我当别人，你是谁啊？你若要做官，你若要伫遐来论断别人啊？箴言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讲，耶和华所恨恶有六项，念伊心所无欢喜的有七项，就是真骄傲的目睭，爱讲白贼话的舌啊，老母高人悔的手，哦，多苗恶计的心，白走行歹的脚。这是正言甲咱讲，特别伫咱的话语内面啊，咱若甲神做朋友哦。咱这个言语哦，就培养起来。甲神做朋友呢，咱的言语就培养。所以呢，咱无要什么，咱无要批评，咱无要论断，咱无要判断，咱无要批评、诽谤。咱就干哪，会晓鼓励人，咱就会晓高估神，咱就会晓用听心讲实话，这是天顶来的智慧。咱要尊敬神，甲神做朋友，这个是话语内面的表现。咱的友谊是真好，但是咱也无做你会变做歹。甲世俗做朋友会产生混乱，无平安。甲神做朋友得到神的赐恩，甲神做朋友，咱的言语带着恩典，愿咱的言语带着恩典甲真理。言明天顶来的智慧，所以你要怎啊看这个人呢？咱要怎样检讨家己？咱就看咱这个人所讲的话，会毁坏人无？还是会建立人吗？咱就注意咱所讲的话，咱唔通做审判官来底下定人的罪，我底下无用要神，咱唔通轻彩讲话。伤着人，有影人若得罪咱，咱就找时间好好甲伊讲，要批评，要讲话，就用听心讲诚实话啦，就无伤咯。毋是伫遐咧批评、咧论断、咧判断。咱来三甲祈祷，多谢主，你提醒阮，有时阵阮吼真爱甲世俗做朋友。所以心中不安，主赦免阮，互阮开始以后日甲你做朋友，因为你满有恩典，你有影响的满足，是你所予阮的。你帮助阮
คิปอินกุนสู้หลักยงโฮกุนโฮกุนเก่งยำเกาจู้เดียดินบินกับอุ่นเตียนโฮกุนชาจอยดีสินอีเอหลังเฮเกอวยโปชูดินโบสิทคาโฮดินโบฮาโบชูฮวาฮวาฮีฮีแคติอีเอ็งเย้าเอทาวเจียงเอดันเอคิวจู้ตกอีเตสินวันเอ็งเย้าอุยยำเด้งเดียบกวนเปลี่ยนอินุดันเอจู้ยาสกิตกกุยโฮอีตุยบันโกอีจิงเปียงเหียนกิมติดเกาเอียงเอียงวันวันอาเมน